洗掉。颜色对颜色，对，颜色对颜色，对。电源线，好线，有字的是黑色，黑色对黑色，有一条黑色的嘛呢？嗯。黑色这条，这条基本没什么问题。嗯，高马的，然后到电源，电源的输入线，嗯、按键12伏的。是颜色对颜色的，把这条红线剪掉，不要。嗯，这个是房屋的控制线，房屋控制线，嗯、绿色及蓝色。OK， 包好。电源还放好，放好有没有？嗯，这个线不够长，本来从这里穿过来，这样放好。嗯，盖上盒子，然后还把盖子盖上去。嗯，然后四颗螺丝，四个螺丝，嗯，放上去。OK，OK。